师兄师姐你们好，我想说我今天帮一下你们忙。十二处在Pali 叫做 Ayatana， Ayatana， Ayatana 的意思就是基础，让心起身的那个基础。所以呢它总共有十二，就是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。然后呢这个我们再跳过去，然后再来颜色、声音、香味，然后这个呢触和法和意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呢触，这个触呢是 Bodhapa， 就是伸缩忍热硬软，就是地水火风，水地火风，地火风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意呢，意处这里就是121颗的心，好吗？那法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你们在 CH 6第六章，不是有一？在这里吗？粗造的一二三四，就是总共有十二个嘛，就是刚刚粗造的，然后再来十六个细的，十六个细的，就是在这个法处知道的，然后这个法处知道的和心所是在法处，所以法处的究竟就是这个十六个。和心所52颗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呢是121颗的心，好不好？ OK， 祝福大家，请保重。